Hello, Captain. We're ready for pushback. Locking gear. Departure check completed. Bypass bin inserted. Release parking brakes. Commencing push. All engines clear. Start at will. Disconnected. Bypass been removed. Monitor radar display. Go around. Wind shear ahead.
Wind shear ahead. Wind shear ahead.
approaching. 3, 6. On runway, 3, 6.
06070809角这一排的，就是也是一位，就看着呢。 记了，记。
partir dans cette équipe. Hello.
们怎么看这种 G 呢？就按照这面报过去。这谁定的主意？相当的流畅，在我这看，除了我自己，全是黄色和白色的屎黄色涂装的 CRG。在下雨吗？
话了，我操！我又我掉线了，我操！在你的联飞客户端里边有一个计划。报的是小雨啊，对 ，Davis， 国防卡，不知道为什么。哦，我跟你说，我看见一架非常有趣的飞机。是进近的时候提前减速了，然后把形态先放一放，控制一下速度。我怕10000英尺以下超速，然后控制 QR 不监控嘛。然后等到稳定了，高度差不多了，我再把表速提上。有的时候管制动不动，突然一下让你下一个高度，然后你就赶紧下，下的时候你没法控制超速。对，所以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连飞不飞 SOC， 它一旦让你大下降率下降就出现了。对呀、啊，所以说我操，我不管。我反正我飞我的，我把你的指定飞对就完事了。今天高度你们都用多少？我的拐签23600。256。第六。跟我也256。236飞不到0.82，256。
不在。这个二 D 页面怎么退出去 ？A， 那是 A。要管用的话，我就不会问你了。管用啊。S。也不管用啊，还没其他方法。你点屏幕了吗？先点一下那个游戏的飞机，再按下去。还是不管用啊。兄弟，有一种可能性，先用你的这个游戏的摇杆切换出去，或者是用摇杆的扭帽来调节视角的位置，然后看一下你的这个FMC 是否处于输入状态。如果处于输入状态的草稿状态的话，你按的按键是不好用的，因为它都会在草稿箱里面显示出来，相当于打字打进去了，所以说你按的按键是不好使的。嗯，对，在草稿状态，我知道。那它已经点过来了，怎么办？那你就用摇杆的扭帽来调，就是摇杆它不是有按键可以切换吗？用摇杆的切换。打击界面我打不开，打击界面打不开什么意思？是啊，我是说我那个 FMC 那个输入页面打不开，然后一在二 D 这里切不过去。你摇杆上有没有切换按钮？有，但是切它只能切视角。切视角啊，切视角之后你看一下吧。我回退出去重进了。动拐，别抢啊！动拐。
我在动六啊，但是我右边是动拐啊，没人，然后动八有人，动九没人，都啊，我在动九。我现在是在哪呢？你在动八，动九有两个人啊。哎，朋友们，我是错，这个我的位置是动六啊，然后这个位置应该从左边开始数，那么左边开始数的话，位置好像都是满，动拐、动八、动九都有人。现在动拐没人了吧？动拐有人啊。但是我应该就没出去。我在这儿打一个，去靶场打枪。这发子弹，手枪是488毛。贵了，便宜？贵呀，这1000人民币。哇，我这 PMD 很慢，我操！那可能，你需要更新配置了，我就没有慢的感觉。9.36给我，那就是好东西。都不接，我们想舰队后面走。大连航好久没听说啊，昨天一天到处想舰想舰想舰。
2500. Minimum.